甜心老师，您的股票都涨不停飙不停耶，有什么美嘎怎么挑怎么选的，想了解吗？当然咯，看节目咯。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为您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。甜心老师好，平花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严熙老师哦。每天要跟紧甜心的脚步，每天要追随甜心的步伐，节目每天听三遍，这是你每天必备的功课哦。今天的盘是止跌反弹，赚钱的紧张爱不要受抖，怎么说呢？钱有十六只脚，你会说哎，老师我们人只有两只脚，来你跟上甜心，发老甜心虽然只有两只脚，但是老师的让你的脚是挂上 turbo 直接用喷的，直接用冲的。来，上周我们的照例是连七拉七，那么再来本周深达科技，还有我们的茂讯，对，以及联阳，还包括了嘉邦、中光电持续的创高涨不停，跟上甜心有没有让你越赚越多啦？轻松啊，开心呐、啊，愉快啊，真的、哦，盘正又如何？没有关系、哎，今天稍微有一点哈，哎呦，止稳了、嗯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妍希一直告诉大家，深耕产业才可以跟着我们一样持续。赢在起跑点，这很重要哦。当然就像近期我一直说吼，法人索马加上消费性电子，是的，你会越赚越多。有、嗯、那近期呢，我又告诉大家，我就说吼，近期很多人在 follow 那个外资一直卖超，一直卖超。我先跟你讲吼，外资不是现在才卖，外资累计是卖三年，三年，记不记得？撒当啊哦，二十。二一二二，外资是连卖三年，而且这三年二十二一二二，三年加起来的外资卖超是2.2兆台币。是，重复一次哦，2.2兆台币啊！换句话说，妍希老师，去年台股创新高，嗯，没外资的事，当然没外资的事啊。不，他的份啦，不也份啦，对的丢啦，他没有赚到哦，他没赚到哦。好，那再来，我去年底我是不是一直提醒你，我们啊吼，今年2023年的金兔年，对，光赚外资回补台股的资金，是，我们就倒吃甘蔗了，没错，记不记得？记得啊，我操作都是事先讲的哦。有的。好，那今年上半年外资累计买超快要5000亿。快要5000亿，是。好，那最近你看到了哈，七月卖了，八月卖，现在九月还在卖， 对不对？很多人都在紧张。对，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哈，你去思考一下外资的手法。嗯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他今年上半年都是买买买，对。那下半年的时候卖了两三个月，到现在，对。那合理来讲，是不是有买有卖？没错。嗯，他没有再像前两年、前三年那样一直卖、一直卖、一直卖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是不是买了以后？台股冲出去，对啊，现在台股呢，它即便卖，嗯，你有发觉台股大跌到哪里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也没有啊。然后我是不是一直告诉你，这几个月你要看的是什么？内资，内资的动作。那我又提醒你，内资的钱是淹天灵盖，是天灵盖的。那目前看到投信已经连28天买超，而且已经快要破千亿了。换句话说，哎呦。妍希老师，内资跟真的跟你说的一样，很有钱欸，真的、哦。哎呦，今年台股上市柜公司光股息就2兆台币了欸，哇、哦！我还没有去加那个台商回流的钱欸，只有这个里面哦，台湾内部的哦。好，好，那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外资是不是已经被嘎了3年？对呀。现在又很多人在讲土洋对坐，是土洋对坐。嘿哪，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理外资。外资从3年前都是一直输，一直输到现在。嘿哪，好，变阿兹奇了啦。然后投信是不是大赚特赚？去年赚到台股创新高，是啊。今年又倒吃甘蔗，是的。那即便。即便现在他还在买，但是你要去思考的是年底的行情来的时候，啊、外资又回头，到时候外资又回头，谁又坐在轿上给外资抬？内资又坐在轿上给外资抬了啊！是的，所以我一直提醒你，年底的行情你要准备，你一定要准备。赚钱是拼速度 的、嗯，而且我常告诉大家，所有操作事先预告。是的，为什么嘞？你来看台股是不是在六月中创新高？没错。创新高的时候，嗯、我就领先全市场，想提醒你接下来要整理咯，对呀，要整理，没有要跌到哪，
你现在会看到，哎呦，妍希老师从六月到现在九月中已经三个月了，整理三个月就一千点，对，重复一次哦，就是一千点的，就是一千点的距离而已哦。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哇，妍希老师你怎么可以抓得这么的精准呢？再来呢，这一千点有没有，我说过了，五月中，五月中是不是外资连续大买三天，是将近破千亿的这个缺口，有的没有破啊，诶，对，好啦，那我现在我再提醒你咯，年底的行情只剩三个月哦，没错，现在要刚刚开始，你不可以再慢下去咯，不能缺席咯。好，那再来拉回来，好，我提醒你，我六月中已经告诉你了，这个盘要整理，要整理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有动作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一样会有动作，各位你看到了，我就先拿之前的谁，永德，好，那个德拿出来，嘿，德，永德走很慢，嘿，走很慢，对不对？有耶，妍希老师你当时讲永德都是四字头有三只嘛，嗯，对，冲到七十，有的是不是一波五十个百分点，乌啦，消费性电子要回温嘛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永德给你以后，你就要记得还有那个点德连德，另外一个德，因为也是四字头，没错，四字头的连德是不是也超过五十个百分点？乌啦，对，哎，都是在妍希老师你说盘在整理的时候，哎，没错，都在那个时间点 timing 点呢，就是在那个 timing 点，然后再来呢，七月底我又给你什么茂讯啊？是的，哇，那个茂讯，那个某杯，那个风华正茂，妍希老师风华正茂到今天是还创新高。哇，涨停飙不停，赚不停呐！哎，换句话说，这大盘回的一千点跟他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，走自己的路。你看，这才叫操作，这个信心多么碎！再来看大盘回一千点，是跟某杯啊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哦。风华正茂，我什么时候给你？七月底我就给你了。是的。对不对？然后七月底我给你风华正茂的时候，我还讲哦，大牛啊也能飞啦，乌啦！来三零一四大牛有没有好飞？有，长得虽然很慢。老师，你那个连阳啊，哎，八字头给我，是你八字头给我以后，不想理他，而且一直跟我说很慢哦，很慢哦，很慢啊！我给你的时候我还明讲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你的个性是可以等的，你根本不会。care 嘛，对呀，你不会去在意这个东西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说人贵只要先了解自己适合什么，所以好，我当时我给你茂讯以后，我还说还有大牛啊，大牛是什么，法人会锁码嘛，有，所以你看到连阳，哇，老师连阳八字头给我，是啊，现在166，哇哦，我不想理他，我都快要成长辈股了，是的，你所以连阳的走势有被大盘回落一千点影响吗？完全没有，这才叫操作嘛，这才叫操作嘛，是的，我不是看一天的 K 线，当然不是啊，不是看一天的涨跌，我也不是只想赚一块两块，那我听节目就可以了，所以啊，你看啊，连阳我们法人锁码，再来5371中光电法人锁码，法人会帮我顾，我不用顾啊，真的有钱的，帮你天天盯着盘，会不会很舒服？当然舒服，安心呢。因为那个钱，那个股票是钱堆出来的，没错。你自己看，跟法人看，谁比较能护盘？法人看呐，他们看啦，谁比较有银蛋？法人嘛。所以盘势震荡的时候，妍希跟你说什么，是不是要听进心坎里？当然要。除了中光电，还有什么广积粮，是不是都是法人说嘛？没错，很稳健呐。当然喽，但是很慢呐。哎，但是很慢吼，盘跌一千点都没感觉啦。是啊，有没有让你安心很多？再到近期，我们时间点一直回来，盘大涨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近期我问你，盘大涨了没有？啊，不会哦。还没嘛？对呀，还没有啊！我是不是吼说迄个照就要照？嘿，就要照，就要播诶，就要播诶。他今麦不是用照诶，用播诶啊，照跟他播诶哦。为什么短时间播出五十个百分点以后又被逼了嘛？对，就要照就要播。然后这个跟什么有关？消费性电子回温啊，因为现在女生出门手机包包越来越小。哎，那个小费包你只能放得下折叠手机啊。妍希老师，你光买包你也知道要看什么股票。对呀，啊，不就是消费力道要复苏吗？这也是一个经济学哦。是啊，所以很多赚钱的蛛丝马迹都从生活里面抽丝剥茧出来，你会觉得，哎呦，赚钱好像真的没有这么难嘛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兆力啊、和正啊，是不是都我上个礼拜给你的益昌、羚羊创新这些？这礼拜换到谁了？来，4945的深达科技，是的，今天是不是再创波段新高？妍希老师，你哦怎么可以动作这么神速？
森达科技我听都没听过哎、欸。嗯，你没听过，你总知道它是伟全电听过吗？哎、欸，听过，听过，听过。伟全电的子公司是谁、哦？就是森达科技啊，是，对不对、哦？我这个会员都知道，我给你的时候都给你看清楚。再来呢，什么控制 IC、嗯、驱动马达 IC，、嗯、那我说这些 IC 是不是用在什么消费性电子啊？这些 IC 你来看 哦，可以用在什么伺服器？有电信设备，电信设备叫什么网通设备？是，然后呢电。电竞显示、电竞电脑， wow、我问各位，电竞，嗯，电竞显示，我是不是讲无人机的操作的前身是电竞？哎、欸，记不记得？嗯，有有有。为什么电竞比赛开始要纳入奥运比赛、嗯？这是一个后浮上台面一个正规的比赛。那正规比赛以后，我要培养什么国军的人马？哦、那国军人马，我要很会操控无人机的、欸，是不是要从电竞显示出来？哎、欸，对耶。所以。长辈不要再觉得打电动是坏事，不是坏事、欸、打电动也可以出头天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打电动现在光去测试游戏真的都还有这样的工作，光去测试游戏卡、哦、对不对、欸、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人员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游戏人员、游戏机测试卡，这个薪水都下下叫的，真的、欸、好，那我们讲回来。所以消费性电子回温是不是可以扩及非常多，非常的广？那我就是产业，我帮你先擒贼，先擒王了，抓出来以后，我再用我的概念帮你去抽丝剥茧，筹码面帮你看清楚，技术面帮你看清楚、嗯、我是不是帮你面面俱到？当然，而且帮你面面俱到，我还可以领先市场给你。好，除了消费性电子，再来一档、嗯、记不记得我的集团做账有辉很好赚？嗯，有。林夕老师，你说每年年底集团就是轮流做账、啊、对不对？没错，集团做账有辉，不要忘记哦。哎呦，那今天呢？哎，对啊，今天轮到会员站出来，月初我已经给你了、嗯、今天、哦、来，有辉是星光集团的，对不对？星光，对。今天我们又一档6284华新丽华集团的股票冲出去了啊！它是华新丽华集团的、哦，再次恭喜大家，赢在起跑点了。你有没有发觉这段时间，即便大盘震荡、嗯，即便大盘整理，没错，我们的照例就要照。哎，有和正、亿昌、联阳、中光电，又看到茂讯，有的哦，森达科，今天换到谁？嘉邦啦、哦！恭喜大家，撸碳撸贼啦！所以，亲老朋友，如果说你在股商中卡丘。不告妹没有关系，跟紧甜心的脚步，如果你的眼界不够广， follow 甜心的讯息就对咯，跟紧甜心的脚步，让您越赚越多。先休息会儿，等会再回来。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赶紧跟上甜心，在股市走一定要有甜心在你身边，把握接下来大好行情，今年是倒吃甘蔗、啊、接下来第四季一定要赚，非赚不可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是您的眼光实在太独到了、哦、对，你选股的眼光跟操作的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真的消息都不会乱听绝对不要乱听是的，因为我说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、欸、很多人他如果不具备后去消化那个消息，去分析真假，你反而会吓到自己，会影响自己的操作、啊、对啊，你吓到以后、嗯、隔天后只要大盘一开跌，你就直接砍股票，对啊，你就失魂了、啊，等隔天后又告诉你这个是假消息、哦、又赶快要买进去、哎、结果又冲出去，对，所以怎么会是这样在做股票呢？ No no no， 不是啊，对呀，对不对、嗯、好，就像很多人会问妍希说，为什么 我做的股票很容易成为长辈股、嗯、是的，好，很多人其实都很爱问，真的啊，然后可是事实上我就一直告诉大家，我说产业的循环你要看出来、嗯、你一定要看出后产业的未来需求，所以我说我这一张字卡真的我觉得做得很好，从我一坐在这个位置、嗯、就有这张字卡到现在，我一直告诉大家耳提面命的提醒你、嗯、任何时间在看盘，在股市你的眼光要在需求成长，有高速成长这一块，有的，也就是因为这一块它才容易股价是翻倍再翻倍。我们来举例好了，很多人就会说、哦、老师那个 AI 的议题是炒的啦、啊、军工的议题是炒的啦，这些都是那、啊、不然就是五穷六绝，这些不是都是炒的吗？炒出来的、啊、不然到前阵子我们、五穷六绝做的这么好，很对、啊、有些人还说哎呦，那个三富五福后只是昙花一现，
No no no， 好，很多人会用旧有的操作概念去看盘去选股，这个是我一直很诟病的，所以我说你操作一定要与时俱进，当然要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旧有的思想太多，然后呢，尤其是现在很多新兴人类很多的想法都是出其意料的，对，当然他出其意料，他操盘他也会出意想不到，这很正常，我就看过那种很新的那个操盘手，好，改天再讲，讲回来，好，所以我说你会对这个议题你会觉得只是一时，那是你旧有的观念，一时就是昙花一现，瞬间就没了，我现在告诉你很多议题，对，虽然是一时，但是你要从这个议题里面的背后所营造出来的需求你要看到，我们举例好了，今年我已经累积19档长辈股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创意是不是翻8倍？对呀，股价翻了8倍，创意翻8倍，广运，然后成名店，然后励志，这些是不是我告诉你 AI对，然后呢 AI 会用到什么伺服器，所有的伺服器的机壳要升级，伺服器的网络，伺服器的那个基板全部都要升级，没错，那我问你这个是需求吗？就是需求 啊，有没有商业活动？有商业活动啊，再来呢 NVIDIA 也整天告诉你我的 ChatGPT 我现在所有的 那个 A100H100 已经订光光，把台积电的 CoWoS 产能全包光了，对，我明年的成长只会比今年更强而已，这是不是有数字？没错，有需求，是的，所以很容易成为长辈股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创意可以8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广运啊，这些跟机壳散热有关的，励志散热有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哦，去年底我是不是告诉你吼，今年吼全球光补自己的军工库存都不够啊啦，都不够啊，嘿呀，不够啊，对啊，因为很多人会说军工只是议题，哎，对，绝对它就是一个昙花一现。你不要忘记汉翔董事长都站出来，我的营收没有天花板呢，真的，这怎么会是议题？No no no， 这绝对不是议题啊！所以你看到我今年雷虎是不是可以做成长辈股？这 JPP 是不是可以做成长辈股？股价翻了快要三倍。再来看到最近汉翔董事长都出来讲话了呢，这怎么会是议题？直接跳出来说了，对不对？是需求，是好，再来长辈股是妍希，我知道 ESG 绝对不是议题了，没错，永续题材现在连政府都要强制上市规公司全部要导入 ESG， 对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就叫什么电力、电机、储能、储能概念的概念。那我问你，是不是议题？当然不是啊，它已经不只是议题了，这有数字、有需求的，所以你看到我的华城，可以翻7倍，你看到我还有中心电，有，对不对？就是跟电力有关，有关的。我一直以来我的眼光就是因为在需求这一块，所以我选出来的股票是很容易成为长辈股，是的，像高丽也是储能的概念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很容易成为长辈 股，我要你的操作跟我一样，是，所以我会每天后就是来耳提面命，麻烦你把需求拉出来，不断的盯你，你需求我每天不断的盯你，你就很容易跟着妍希股票会波段大赚大赚波段啦。所以亲爱的好朋友，今年19档的长辈股哦，接下来还有正在我据我所知还有正在来长辈股的路上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亲爱的好朋友，想要买标股赚标股绝对不是口号，你要有驾驭长辈股的能力，今年19档足以证明甜心驾驭长辈股的能力以及操作的实力，接下来想要越赚越多的好朋友们务必跟紧脚步咯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咯。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，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